来，妈妈看家。哦，真多吼，迄观众朋友来，咱的节目上第一次节目的朋友来吼，那三台机器啊，都一台要停，啊，给你比啊，看家。就高追的这个爱戴帽子的妈妈哈，啊，其实吼，戴帽啊，讲起帽嘛，叫咩戴个习惯啦，是不是？系啊，哈，啊，就是想讲平段去理头毛嘛，对啊，无啊，就规头髪啊，无讲全白啦，乌后白啊，无好看，无好看哦，啊，规气啊，无啊，戴一个啊，较袂带你麻烦。哎，其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哦，真的，真的。其实像我现在有的时候早上起床，因为都赶来上班、啊，上公司的班，嗯，哎，鬼头毛啊笑哎，那蓬松这样也没吹，然后就想说啊，那就戴一顶帽子吧，就戴一顶帽子来。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戴不太住，你来你结果你更不敢拔，为什么？那个里面头发都塌了，头发是完全是塌扁扁的，对，那完全没型。哦，是，我其实自己以前也会就是想说。嗯，因为看有些人戴帽子好像很有型嘛，很好看，对，然后戴一下好了。结果那真的那一天就完全不能把帽子脱掉。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礼貌的事情。对对对，因为你到室内，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脱帽，可是一脱怎么能见人呢？哎，鬼也头毛都黑毛了，对，鬼也都抹掉哎哈。而且其实我自己这样子这段时间比较有常在戴帽子，我有个感觉，你哪戴一下还不觉得，你哪戴一整天哦。帽子会有味道，而且因为你那个帽子它比较不透气，嗯，对，然后你的头皮也会就是好像被封住一样。嗯，其实我也不是很建议说大家戴一整天帽子，尤其像那一种就是可能已经有点掉发，就是已经不长头发的，嗯，这样子的朋友，或是头皮已经有点过敏的哈，反而高温啊，或者是这样不透气，会让我们的头皮跟我们的头发会受损，更不健康哈。对，所以妈妈，赶紧给你的头毛哈，哎，也是变一个发色啊，让它也透透气，很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了，重见光明，重见光明哦。不过讲到这个变发色啦哈，像我也是前一阵子也刚去弄过头发哦，那个四五个小时坐下来，一整天的时间差不多去掉大半了。对，那我们知道金玲好像也才刚去弄，是不是？对，我才刚去弄三个礼拜吧。上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你刚刚已经在抱怨了。对啊，已经头，嗯，白头发已经悄悄的长起来了，在这边。有，哎呦，我看了好伤心哦。对，其实好像就在这个地方，对，发际线，对，发际线，我只要一坐，都坐两个小时。那坐两个小时之后，三个礼拜白发又长出来，我就很生气。是，再怎么遮，再怎么弄，还是一样，没有办法遮丑。对，其实像我也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行销的工作嘛，嗯，那我们常常都要去外面接触很多厂商啊，或是客户，对，所以外表就是形象是很重要。嗯，但是我也是常常就这样一染完之后啊，我们可能去美容院做一个大整理，没多久，真的就像金玲所说，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哎，白头发就跑出来了啊！所以你去外口吼，开钱开遮济，开遐济时间吼，啊，一下就够挡不住的白发又出现，又出现了啊！嗯，所以这个是一般的人很困扰，你够被开一笔钱去吼，哎，心肝疼，嘿呀，啊嘛，不一定有遐时间，对啊，总之要你讲嘿。爹爹啊那样，然后人家花一样的钱，他又不可能算你半颗头。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有健康意识，嗯，对，马群工少染比较好，对，哦，能就是说不要去接触一些化学的东西的话，我们大家也会觉得说能避就避，对，因为其实每一次啊，我去给人家染，嗯，哎，他那个也专业人员洗，弄给你处理干之后，先给你抹一层什么隔离头皮的啦，对啊，对啊，哦，阿伯就将吼边啊给你先弄一个什么 cream 啦，阿伯就将吼用一抓迄个棉花条啊，哦，阿哥边阿哥用迄猪耳朵有无？哎，给你套在这里啦吼！哦，阿弟家就拢哦，袂去用加减嘛，买冲掉。系啊，他再怎么专业，有人帮你弄，有一次还是有啦，嗯，对，有一次我自己 DIY， 自己在那边挤，我会想说，哦，发际线不是弄做白吗？我就给煮一挂，结果呢，伤到头皮，整个头皮是烫，是灼伤，有点灼伤，对，我就很担心秃头。哎，真的会，因为其实那个灼伤头皮受损之后啊，你的毛囊可能就已经有病变了，嗯，那这样子其实那个头发就比较不容易再长出来了。所以妈妈你买东西吼，唔捌家己捏吼，唔捌啦，唔捌吼，我嘛做
去用你，然后也去弄到目睭啊，目睭弄会擦擦啊。哦，你是讲哪去外口那个美容院的，会擦擦。其实真的耶，现在这个染发剂有的还是会眼睛会刺，对，然后呢还是闻到那个味道，很不舒服。对，其实现在我们好像在一些这个观念上面，那越来越走向说，哎，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 DIY 哦。对，那这个 DIY 后来舒婷有什么新的一些发现？其实我后来发现啊，就是像我之前我不是很龟嘛，就是一定要找到不含阿摩尼亚。对，然后不要含那个 PPD 这样的东西。可是我最近又发现了，哎，更赞了，因为像这样子的好东西之外呢，因为以前他们都是两剂嘛，人家才两次。哎，两剂它的作用是什么？一剂是干嘛？第二剂是干嘛？我知道以前就是一剂呢，它可能就是颜色，另外一剂就是就是我们它可能就是有一些护发素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现在因为技术又发展更新了，我觉得好快，很棒哎。它现在我有看到一些是它是 all in one， 就是全部都把它混在一起，我就只要一个包装拆一次就好了，更方便。这样子就更环保了，对不对？哈，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期待，好不好？让妈妈可以回复到十年前的她哦，给笑脸再回呢，一直夸起来真的很像精灵的姐姐，对。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妈妈的皮肤很漂亮，很漂亮，对，对不对？又亮，对啊。平常妈妈就都赢过女儿了，对、啊。妈妈，你今天给她赢回来，好不好？好。不过呢，这个我们现在要准备哪些工具啊？其实像我们一般，我在因为其实是今天在节目上啦，对，然后我才会准备一个毛巾。如果我平常在家里，就是在你都怎么做？我平常在家里就是要洗头的时候呢，我才会开始染头发。哎，染发兼洗头啊？对啊，洗头兼染发，对，七分钟染发洗发全部搞定，真的？怎么可能？对啊，因为现在我就是发现说，哎，有这么好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很不错，然后又安全，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整个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哦、对。那像我刚刚所说的，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全部都 all in one 的这样子一个包装方式，这样的概念，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太赞了！怎么科技的进步呢，越来越好了。好，那我们就是在这边给它开一个小洞之外呢，之后呢，挤出来，把它全部挤出来。哦，所以看到两个颜色，里面是有白色，然后有咖啡色，对，咖啡色呢就是它的那个色素嘛，就是我们要染头发的那个颜色。然后白色就是我说的那个护发素，对。那其实像这样子啊，就是说有很多人说，我自己的头发，我到底是要染成就一定都是固定的黑色吗？还是现在这种 DIY 的染剂，它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其实我这一次我就发现他们有。大概有四种颜色，它其实有这个像褐黑色就是我像比如说像那个比较年纪稍长的这个爸爸或是叔叔伯伯，对，我都会建议他们染像比如说褐黑色或是黑色。哦，那你今天帮妈妈配的呢？我今天因为妈妈她的颜色就是比较这个掺杂，它有黄色，有白色，有黑色嘛，那所以我就帮她挑这个褐黑色，让她看起来会更年轻，因为妈妈皮肤又白。第一就是讲你了就自然的对啊，对啊，没错。可是我另外他嘿，我有注意妈妈的表情，很期待哦。他没有期待，他是这样，他有点怕。妈妈不用担心，怀疑他在怀疑，可是我觉得怀疑是对的啊。当然啦，对不对？因为你要弄在我的头上哎，对不对？然后他又很担心，想说哇，我近景拢可以开机吼，人处理耶。嘿，都有些搞处理，搞把酒拢会擦擦啊。啊，你今天有办法帮我弄吗？他就开始一脸狐疑。对，没关系。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上帮很多人染过嘛，所以杨品就知道，你可以跟妈妈说，妈妈。高头袜的地方，你给他七分钟，对，他会给你一个年轻十岁，我会给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哈。好，那其实精灵哦，像你说这个自己哦这样子，没多久三个礼拜就白发又冒出来，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会蛮困扰的，对，很困扰，每次这样一想到还要去做那么久，就觉得很累，很累，哎，阿伯走的想就忝嘛，所以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担心的部分哦，对，那舒婷你要不要？